欢迎各位来到罗刹参与我们的游戏。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你们20个人要靠自己去寻找食物、武器，而搜集这些物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掉彼此。如果听到枪响，恭喜你们，又少了一个对手。那儿有一道门，你们只有一个人能从那走出去。你们每个人有20个小时去完成这些，而你们手中都有这个手环，他会告诉你时间是多么紧迫。如果有人想要把它拆掉的话，那么，你们会死得毫无痛苦。如果20个小时之后活着的还超过一个的话，祝你们好运。
等等！别杀我，别杀我，我加入你们，我加入。他中毒了。我知道解药在哪儿，解药就在供给点。我带你们去供给点。轻点儿，把我弄伤了，你会心疼的。我叫鬼车，白芷，这是天王。他有一赛呢，拜托。这里只能走出去一个人，让他闭嘴。现在搞得像朋友一样，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杀？你们是先杀了谁？他还是你？我他妈先杀了你，让他带我们先找到解药。想办法冲进去，离开这儿，离开这儿。没有解药，他会死的。早晚得死，这样死掉总比被干掉强。看，还有19个半小时，救活他又能怎样？是你杀了他，还是让他杀了你？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分开走，再见面，我们就是敌人，我不会客气的。等一下，鬼车，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我们互相之间本来就认识，我们是朋友。你嗑药了吧？同志们，快点掉下去！
想知道该怎么处死这些奴隶，你能帮了我，我应该说声感谢。现在我放了你，并且把这里的给你养，都留给你。你是我的妻子，你们最好别乱动。只要在我这里，我离开，他也就得救了。否则。我们都少了一个敌人，虽然他毫无实力，你们自己选。鬼车，回来吧。你们的选择真明智。谢谢。不用谢我，我是来拿东西，不是帮你。我们认识吗？你说什么？我觉得我认识你。对，现在算认识了，但我和你不是朋友。不是，我是说省什么？你想让我加入你们，还是杀了你们？听到了吗？你的朋友已经被干掉了，这已经是第十二声枪响。在这里没有感情，所有人都是猎物。想想吧，现在套近乎是没用的。
我也该走了，再见面我们就是敌人，所以最好不要再见。我也不想杀了你，太没用了，你最好干掉他，保重。要不要吃点儿？这是哪儿？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不杀了我？我早晚会杀了你，因为我要活下去。干什么？Thank you.
为什么要救我？不单只是救你，我也是在救我自己。跟我走。如果我想杀你，你早已经死了。看出什么了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记不清我是怎么被抓进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什么意思？厅长，我怀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不是真实的。我们都是假的，不存在的。我知道这个很难说得通，我也只是怀疑。我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们自相残杀。但我感觉，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可能是虚幻。怎么能证明？我相信所有的真相，都在那道门后。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冲出那道门。时间不多了，枪声一共响了17次，说明除了你我还有一个人。我们要找到那个人，想办法一起冲出去，找回真相。站在那儿别动。天王，没想到我还活着吧。小可爱，你的作用已经完成了。看你这么痛苦，就让你痛快点吧。没有感情，但猎物是你们。
不是我。去死吧！快走，走出那趟门，找出真相，快走！我跟你说过，你要带我们冲出去，快走！走啊！可能他们无法从外界被唤醒，为什么我们可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记忆中活下来了，而他们刚刚在记忆中死掉了。他们再也醒不过来了吗？应该有办法，我想试试。什么办法？我再重新回到虚拟记忆实验中去唤醒他们。只要能够确保20个小时里在虚拟记忆中不被杀死，他们就可以听到计时器的响声，那么他们就有机会从实验中脱离出来。计时器？对，就是这个计时器，到时间后发出的响声将我们唤醒。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计时器对他们的实验有什么帮助，但是对我们肯定有用。你在外面等我，天王，这个你应该没问题。重新启动实验。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你上一次在里面就差点被我杀死，这一次你在里面被杀掉怎么办？你应该知道，进去后所有人的记忆都会被虚拟记忆所掌控，根本身不由己，到时候你自身难保，更别提救他们。让开！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天王，你看看他们，他们是跟着你我一起出生入死的队友，可是他们现在跟死了有什么区别？你忍心看着他们被放在实验中一次次互相残杀，永远醒不过来吗？给他加死循环。是。欢迎各位来到楼上参与我的游戏。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你们二十个人要靠自己去寻找食物、武器，而搜集这些物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掉彼此。听到枪响，恭喜你们，
又少了一个对手。那儿有一道门，最终你们只有一个能从那走出去。在那道门的背后，有香醇的美酒，可口的食物，大把的钞票，更重要的是自由。你们每个人有20个小时去完成这些，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个手环，他会告诉你时间是多么紧迫。当然他也会告诉我你在哪儿。在干什么？如果有人想企图拆掉它，爆！你们会死得毫无痛苦。不过20个小时之后，活在这里的人超过一个的话，祝你们好运。放下你的武器，没准我能放过你。鬼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关于你的很多事情。你是谁？我是白芷。白芷，我知道你不记得，但是鬼车，我们是朋友。笑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知道，听着鬼车，你之所以都不记得了，是因为你的记忆被人为的修改了。你现在的记忆都是假的，包括这场生存游戏也都是假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有人利用你们的记忆制造出来一个虚拟的记忆空间而已。并且我出现在这里也是为了带你们离开这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的记忆也都是假的。没错，其他几个人的记忆也都被人为的篡改了。那么你呢？你凭什么相信你的记忆是真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个说来话长，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清楚了。我们还要去找其他几个人。没准儿，你是想让我放过你。放下你的武器，我没准可以放过你。你是想说这个吗？鬼车，你别问我是谁，我是白芷，并且我们是朋友。但是我说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你都忘了。你之所以忘了，是因为你的记忆被人为的修改，你现在的记忆都是假的，包括这场生存游戏都是假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有人利用你们的记忆制造出来的虚拟记忆空间而已。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的记忆也都被消除和更改了。别问为什么要相信我，这个说来话长，没有时间解释清楚了。我们还要去找其他的人，而且我还知道你正准备用手里的刀杀了我。不用惊慌，因为就在刚才，在上一次的记忆实验中，你已经杀过我一次。对，我很小气。
你醒了。你想让我为你松绑？我可以帮你解开绳子，不过你不要耍花样，不然我就算不会杀了你，但我保证你会比现在还要难过。听明白了吗？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说过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你，我是来救你的。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当然，不然你现在早就被我干掉了。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很简单，只要我们能够确保在20个小时之内顺利地活下来，在听到一阵很刺耳的响声之后，就能回到真实的世界了。不是说只能活一个吗？哼，那只不过是一个让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借口而已。听懂了吗？不懂。不懂就算了，照我说的做就好。我们要做些什么？找到其他几个人，然后把真相一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呢？没有如果，我必须得让他们相信，这样才能阻止我们之间相互残杀。你要是阻止不了呢？那就想办法让他们都活下去。那你怎么？闭嘴！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走，该行动了。我不希望他们已经开战了。做些什么？找到其他几个人，然后把真相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呢？没有如果，我必须得让他们相信，这样才能阻止我们之间的相互残杀。要是你阻止不了呢？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活下去。可是你……闭嘴！这些问题我已经回答你两遍了。走，我们该行动了。我不希望他们已经开战了。是薇啊，跟你有关系吗？小心背后！别追了，走。比较。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我走失的奴隶告诉你的吗？绕过去，控制住他。好。碧娇，擅长飞刀，左右手腕处各有一把。腰上藏了3把，左脚的脚踝处还有一把，
你刚才已经飞出去的那一把是你左手手腕，因为你是左撇子。让你控制住他，你怎么把他给弄死了？我是要控制住他，谁知道这有个这玩意儿啊？哎，喂，我只是一时失手，你不怕跟我拼命吧？他是你妈呀！你这智商，我怎么能跟你是这么多年的队友？我已经为你死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不至于吧你，这就自杀呀？哎，走，我们该行动了。我不希望他们已经开战，一会儿对付一个卷头发的女人的时候下手轻一点。还有，她身后栏杆上有根刺，注意避开。什么意思啊？你不用动，记住就行。小心背后。你逗我玩呢？啊，我试试你身手。忘吃药了吧你？立交。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说走失的奴隶告诉你，后面会有一个卷头发的女人，让我去控制住她。好，小心她身后有刺。还有，千万不要让她看到刺。啰嗦，我有公主。信的话，你脱下靴子来验证一下。啊，算了，还是不要了。说了这么多，你总该信了吧？你笑什么笑？赶紧给我松绑！哎呀！站在那儿，别动。
一切不是发生在虚拟中，我已经杀了你了。很聪明，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这场虚拟记忆实验中，所有不明真相的被实验者行为都是设定好的，他们出现的顺序和地方都是有序而不会改变的。鬼车必将如此，其他所有的实验者也是如此。但是你第二次射杀我时和第一次不一样，第三次和第二次也不一样。所以怎样？所以你是内鬼。因为你的出卖，我们来罗刹执行任务的全部计划被罗刹得知，导致我们莫名的失败，导致我们被俘，导致我们成为这该死的实验品。为什么这么做？白芷，你不会想知道的。说，为什么？天网被控制了，启动另一套记忆。是。我们都是实验品，我和烈隼一起被炸死了。我醒来后看见一个实验室，没错，我也看到了。不，不是那个，是另一个。那里面有我们所有的人，或者说是我们的一部分。我带你去看。Ugh.
了实验室。爆炸使我们都变成了这样。我看到了真相。我宁愿在实验中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白痴，白痴，你醒醒，白痴，醒醒，白痴。鬼城，你醒醒！快醒醒，鬼城！你看看他们，不，是我们。白痴，即使我们醒过来，那又怎么样？至少在实验中，我们是完整的。则对被实验者植入记忆和身体状况监控。这么说你能唤醒他们？可以，倒有个条件。别跟我讲条件，快唤醒他们。谢谢。
这是哪里？这就是罗莎的实验室。天网呢？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你们都在，唯独没有天网。天网是内鬼。什么？就是因为天网导致我们计划失败，给罗莎抓来做了实验。这个混蛋，他是医生，也是罗莎这个实验的研发者之一。鬼车，住手！是他唤醒你们的。滚！不行，带他离开这儿。为什么？这是条件，我答应过他的。先别说这些了，罗莎已经知道我们脱离了实验，估计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赶过来。我们先想办法，赶紧冲出去。马上修复。我没带武器。你是谁？你们的朋友。朋友？什么意思？我来寄点东西。鬼车，练损，
你拿这个吧，后坐力小，容易上手。谢谢。哎，我还能做点什么吗？保护好你自己就行了。Ha ha ha!
偶尔 boss。